我要真的特别特别的感谢你们收留我。你跟我们客气什么呀？来，来一杯干了。以后啊，咱仨就是相依为命的好姐妹。干。哎，他酒量真好。那是。哦，对了。100块钱，你拿着。我要你的钱干嘛呀？我拿回去。我的房租，你得收下。我不能白住。阿娇，你听我说句话，你真不是白住。你看你来之后帮了我们多少忙，这房间多干净，每天早上我们还有早点吃，是不是？就是呀。哎，我问你啊，你老板一个月给你多少工资啊？200。才200啊？那你这100块钱就是你一半工资了，哎，你赶紧收回去吧。我没事儿，我用不着钱，我这有吃有住，我还能有100块钱零花钱呢。